邓丽欣传有新恋情，方力申话邓佢高兴啊！方力申同埋弟弟方元明、马清扬等等，寻日就出席公开活动。港道有报道指，方力申嘅绯闻女友 KOL 杨舒婷被踢爆偷图，当自己去旅行同埋下厨嘅美食照片。小方直言有喺网上面留言，但系澄清对方唔系自己女友嚟嘅。至于旧嘅邓丽欣传有新恋情咯，佢就话有传同阿王子拍拖。哇！咁冇，唉，我识答啦，我十几年经验噶。咁你问佢嘛，唔系问我嘛。开心啊！你问佢，唔系哦，我答过噶啦，即系我自己答过噶啦。即系对方如果拍拖同边个都好，即系我都系会好戥佢高兴嘅。呢个系我系啦，即系我会戥佢高兴咯。即系你，即系我哋而家嘅关系就系、是。佢拍拖我會替佢高興，我相信我拍拖佢都會替我高興。咁至於佢同邊個拍拖呢，就你問佢啦，係啊。